呀，年轻人，很不简单。那你跟他屌，竟然连六的声音都能听得出来，可见你们是忠实的何元明。有金币，这是多少战斗力？107级，143万战斗力。这个粉丝不是中奖，给大家说一下，他没有中奖，他是这个昨天来直播间找我的那个人，就是他说这个我想买这个原配阿斯玛。我金币够，大哥你金币够了个老屌，你的意思让我再给你充30块钱，你老屌，你这玩意就没意思，老屌，你套路太深了吧，老屌，你这叫金币够了，来，你别说你金币哪里够了，老屌，你给我说金币够，别等我说5500金币的账号，你上来让我帮你买原配阿斯玛，还是个零充，你说你是少充档吧，攒到5500金币，倒是值得提倡啊，值得表扬。但是老蒋，你的套路是太深了啊！我跟你说，一领刘剑啊，够了！老蒋，跟我玩这种脏套路，你是真脏啊！年纪轻轻就来这种大喘气，我刚才真是一生气之下就准备给你充钱了，结果这不又充了。来吧，这个粉丝他的诉求就是说，辣椒哥，我不想抽奖，我也不想中奖，我就求求你了，我这个零元档，你帮我上号。买一下原配阿斯玛，满足一下我喜欢上镜装叉的这个心愿。说实话，兄弟们，因为我不太懂这个游戏，我就问一下，没有充钱攒到6000金币，这个厉害不厉害？就他没有充钱，零元档107级，143万战斗力，他这个号算不算厉害？兄弟，就他这个号，我不懂，兄弟，我不懂，就是零元档这个号能充他这样子，算不算厉害？兄弟，零元档这个零呀，这个忍者确实看得出来是有硬伤，忍者确实有硬伤，他一个这个 A 或者 S 都没搬出来。这个确实尴尬，来吧。不过今天你将拥有你的第一个搬砖 A， 它的名字叫做绘图阿斯玛。啊哈，滚蛋！对不对，兄弟啊？他自己的钱，自己的跟我没关系，他就是想要上镜装叉一下，满足一下粉丝这个欲望，对不对？也不是多大的事儿啊，帮他招募一下。再干，再要大放开，出！大喘气一下，大喘气一下啊！这家伙这个这种姿势的，手拿着飞镖，获得了一个 A 忍，非常强。原来一个鬼脚，现在一个原配阿斯玛，恭喜你获得这个忍者3费的第2费。不过这个跟他还不一样，又有了500金币。这是一个这个，他可能不怎么玩了，大家发现没有？他连点装备都没装备，体力都没消耗，我估计这个人已经不怎么玩了，就是单纯的想要上金装叉。还是可以啊，说实话，一分钱没充，攒到6000金币，你真是攒得住。要是我的吧，充钱不充钱就在放一边，我看见这东西我都忍不住啊，我这必须得一口气给它花了呀，对不对？好了啊，好吧，老弟啊，就这样吧，你的这个号，好吧，就这样吧，10级1满级，好吧，老弟啊，你的账号就这样吧，看他这个区多少战斗力啊，那个800多区，也都135级了的，我去，头像框是什么意思？他这头像框怎么弄的？火之一只都出来了，我去，他们老弟啊，哎呀，你看人家这个区的这个火之一只都出来了，135了都。900万战斗力，他的这个区的第一名，全区排行1600万啊！对，兄弟，前两天我还在网上看到个卖号的，在这给大家顺便说一下，大家看值不值啊？我看到个卖号的，就是安卓 QQ 区的，你看到吗？安卓 QQ 区第一名才1670万，对吧？1670万，是这个意思，是这个意思吧，兄弟们？1670万是这个442区的，看到没？我当时建了个卖号的，我给你们看是谁啊？我给你们看是谁，这个第15名。是这个人，我都可以点名高兴的说他是谁，大家知道吧？是这个第15名，这个人，他卖号，大家，我在这个网上看到他的卖号的信息了，他这个号啊，3万块钱的，3万块钱，你们说值不值？他就是在这个安卓 QQ 区里排这个是全区战斗力的第15名，135级，1523万战斗力，1523万战斗力。其实咱们如果把他这个号买了，大家知道，随便的打造一下，1523，上个1600，我就感觉应该不是太大问题，上个1600的话就能干到第5名，肯定再充他们2-3万块钱就过了就，然后这个。这个人干啥的哈，对吧？这个人应该是自己搬砖搬出来的，不是搬砖，说错了。这个人我经常充值信息的，这个人充了16万，兄弟，这个人他的号自己已经充了16万了，大家知道吗？有人说太贵，但是大家要知道，他这个号他已经充了16万了，那个上面有他的充值信息，有他的充值信息。他这里面的五星的话就两个，一个是钢手，一个是这个三代，这两个是那啥的，咱们都知道是吧？这个做任务的。然后他现在还是15名，当时就是15名，血赚不值，还是自己的号最好。一看这号就3万赚死了。3万肯定是值，但是你们要明白一件事，兄弟们，他这个账号就是安全不安全的方面的问题，大家，他这个号就是安全不安全方面的问题，他已经充了16万，他卖3万，他已经属于是亏本卖了，大家知道吧？
咱们就可以这么说，他已经属于亏本漫展。他这个号是满忍者，就是一个忍者不少，满忍者。当时我见他的信息，他上面有截图，然后他的摆的价格是这个3万，摆的价格是3万。其实如果这个账号安全的话，我感觉还是可以考虑一下的，对吧，兄弟？毕竟这个战斗力在这里放着，对不对？毕竟战斗力在这里放着。这个你看啊，咱们正好他这个老区能看到这个，我原来看过，我那个号看不到，对吧？这些装备基本上都满，然后咱们呢，就他就是这些的事儿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就是他的这个强化太低了，对吧？强化19，强化18，这个还能再往上涨一涨。可能充钱给他再充，不用多抽，我感觉是。虽然说到后期他的战斗力没有什么好上涨的空间了，但是我感觉我们再充他个，比如说我们3万块钱把这个号买掉，对吧？1523万战斗力，我们再充5万块钱往里面，再充5万，我感觉上个上1600万难不难行？应该不是太难了，对吧？再上他个几十万战斗力应该不是太难，对吧？到时候咱们就，那这个人是第15名，战狂是第13名，到时候咱们就赶上战狂他这个号。战狂他这个战斗力说实话不是太给力，你看战狂的忍者非常骚，战狂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，据说是非常非常屌，充了100万，对吧？没，你看他充了100万的，给人家这个充了16万的，相对差的不多，就说明这个号其实是很值的。这个号第一名的老屌确实不错，对吧？应该是挺值的，我感觉。不要被骗了，我就被骗过，说的就是这个事儿，知道吧？说的就是这个事儿，他这个安全不安全的方面的问题，就是这点事儿，咱俩关系。因为我在网上买号买的太多了。也经常被骗，所以说咱知道这个事儿，所以说就非常尴尬。好了啊，这个不再多说了，就到这里好吗？恭喜这个粉丝啊，自己花钱给自己买来的岳飞阿斯玛。